Shalom, brothers and sisters. So glad to see you all again in this CGY Online. We're going to begin with worshiping our God, welcoming His Spirit into our homes, right? 大家平安，大家弟兄姊妹平安，我真系好欢喜一齐嚟到聚集一齐啊！用呢个嘅团契，用呢个嘅线上嘅团契，我哋一齐嚟到敬拜神，我哋。 嚟到歡迎神嘅聖靈嚟到我哋嘅家中，哈利路亞！ 看见你再来，充满这地。
要多謝你今日喺我哋嘅當中嚟到賜我哋平安，賜我哋喜樂。Lord, we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blessing us, O Lord, with peace and joy. For you are the great God, for all glory to you, O Lord. 因為主你係偉大，一切嘅榮耀都歸俾你主。我將以下嘅時間都交在我哋嘅手中，求主嚟到祝福每一個人。咁呢個線上睇緊嘅，或者喺度聽緊你嘅話語，每一個人都被祝福，每一個人都被你嘅觸摸，將來多謝你。Oh, we pray that you will bless each and everyone who are watching here, O Lord, online. Lord, in their place, O Lord, they will be touched, and your Spirit will minister to them. Lord, we thank you. We thank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Amen. I'm really very happy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to online and to worship together. Although my words are not very good, but I believe that all of us are very happy to worship together. I'm just very glad and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worship together with you.And also, my Mandarin is not that good, but I'm just gla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bless the Lord and bless everyone online. And right now, we're going to have Pastor Vivian with us today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And 今天 Vivian 牧師嚟到為我哋分享神嘅話語。Hello， 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好。今日再次同大家分享咧，就係想講到神會應允我嘅禱告嗎 ？Will God answer my prayer？ 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咧都有祈禱嘅，係咪咧？但你有冇試過諗祈禱咗之後咧，神會唔會聽咧？神會唔會應允咧？嗱，咁喺呢個嘅 MCO 裏邊咧，咁啊，我相信大家都有多啲時間祈禱啦。咁喺呢段時間裏邊咧，我都學習到一啲禱告、一啲祈禱嘅功課，想同大家分享。首先咧，由我哋一齊嚟讀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到十一節。咁呢度講到咩咧？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敲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敲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係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我相信我哋都好熟悉呢個經文，就係講到咧，當你祈禱，神必定會俾你嘅。但係點解有時候祈禱又好似冇咧？嗱，首先我哋嚟探討下乜嘢係祈禱咧？嗱，祈禱咧就係我哋。通常都會講祈禱係同神講話啦，祈禱就係我哋同神嘅時間啦，聽神講乜嘢啦，將我哋嘅心事交俾神啦，將我哋嘅需要交俾神啦。喺祈禱裏邊都可以讚美神，喺祈禱裏邊咧都可以多謝神嘅喎。咁祈禱就係我哋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同神溝通嘅時間啦。嗱喺我哋仲未繼續之前咧，我想問大家啦。你相唔相信祈禱係隨時隨地都可以發生嘅，即係任何時候 anytime anywhere 都可以祈禱嘅咧？嗱，我哋即係知道咧，神住喺我哋裏邊，聖靈住喺我哋裏邊，所以我哋隨時都可以同佢祈禱嘅，唔係淨止喺我哋早晨祈禱嘅時間啊，我要合住雙手冚住眼，我先至算係祈禱，唔係嘅，其實隨時隨地都可以祈禱嘅，隨時隨地有時候你需要神嘅時候，神啊救我，咁呢一句都係嘅，雖然冇親我的主耶穌，冇奉耶穌嘅名祈禱，但係你呼求神，神就聽見嘅啦。神就差派天使天君嚟行動嚟幫你噶啦。嗱，今日咧我就唔會講我哋點樣按著神嘅心意祈禱啦。我唔會講到祈禱啊，神會 say yes 啦、no 啦，或者嗌你等啦。我唔會講呢啲。但係今日咧，我哋一齊嚟探討嘅就係我哋嘅話語嘅大能。嗱，
咁啊，好多時候我相信咧，當我哋祈禱嘅時候咧，我哋都係好相信啦。神啊，你醫治我啊！神啊，你改變我嘅生命啊！神啊，你祝福我啊！我哋梗係好，我哋梗係相信啦。我哋想得著，我哋先至祈禱啦。嗱，如果你講，哎呀，我要學習祈禱，按著神嘅心意祈禱喎，咁呢個咧就第擺啦嚇，就我哋會講到你點樣去聽神嘅聲音，點樣同神嘅心意對齊，點樣按著神嘅心意去到祈禱啦。但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会不会是诚心的祈祷，但是呢，同时你都使你自己的祈祷作废哦。 Are there times when you pray earnestly but at the same time forfeiting your prayer? 哇，我这么诚心祈祷，跟着我的祈祷 forfeit 了，我祈祷作废了，那就浪费我的时间，我怎样叫我的祈祷作废呢？当你祈祷，你的话语前后矛盾的时候，我祈祷怎样前后矛盾呢？我给你一些例子，你想想有没有啦。譬如你祈祷，神啊，祝福我的生意，祝福我的工作。你祈祷了，神啊，祝福我今天，祝福我工作，祝福我生意。但是呢，然后呢，你祈完祷之后，现在去上工了，去做工了，哇，你就开始，哎呀，咁嘅時勢啊，全部都唔好噶啦，邊度會好噶啦？邊度會有生意噶啦？邊度會做得好噶啦？公司要炒第一個都炒我啦！有唔有咁嘅情形發生啊？或者你祈禱神啊，救我屋企人啊，神啊，一個人得救，全家得救啊，救我屋企人啊！跟住咧，你就會喺嗰度，唉，我屋企人如果會信耶穌啊，豬乸都會上樹啊！哎呀，我啲屋企人邊度有希望噶啦？你哋淨係信自己。有没有这样想啊？或者你祈祷神啊，祝福马来西亚，神啊，救马来西亚，神啊，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神啊，你救我们啊。然后呢，就没希望咯，没希望咯，马来西亚没希望咯，走得就走了，有钱就快点移民啊。有没有呢？究竟你比较相信你早晨你那个冚住眼合住手的祈祷多一点，定是你比较相信你一日落嚟咧，一日一直讲嘅话，一直喺嗰度宣告紧嘅话，你相信边一个多啲咧？嗱，我讲我喺呢个嘅 MCO 里边咧，学习到一啲祷告嘅功课，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咧就系讲到我哋发觉咧，我哋祈祷神啊，祝福我哋嘅生意 ，MCO 真系头过一个月真系零鸡蛋噶吓，就祈祷神啊，祝福我哋嘅生意。但我們發覺呢，原來祈禱了之後呢，我們所做的事，我們所說的事和我們祈禱的不一樣、哦、就是怎樣呢、我們祈禱，哇，神啊，祝福我們、啊、我們要多些 sales、啊、多些生意進來、啊、但是之後呢，我們做很多那些 administrative 的事，那些行政的事、啊、就是趁現在沒有 sales 就快點搞定這些 paperwork 啦，是不是、啊、所以我們又沒有時間做 sales、啊、接著我們又想这个时候谁要用钱、啊、全部人都 zero income， 全部人都没收入，哪个公司要花钱、啊、哪个公司要用钱、啊、这么差的经济全球性、啊、哪个要花钱、啊、我们就这么想了。跟着呢，就真的讲真，三月四月呢真的几乎零、啊、零鸡蛋、啊。跟着呢，在五月我们忽然间去意识到，去发现到一些的真理，有关我们口，我们的话语的大能、哦、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就开始不只是祈祷的时候去宣告神的祝福在我们 的生意，我们接下来一整天我们所做的事都是跟我们的祈祷是一致的。譬如怎样呢？我们祈祷的时候跟我神啊，今天我会 call 这五个人，我会跟他讲我们的产品，我们会介绍，我们会 follow， 我要做什么？神啊，你带领我们，给我们有智慧，怎样跟他谈，怎样跟他讲，我们交托给神、啊、交给神。然后我们相信神，如果神要祝福我，有哪个可以拦阻呢？如果神要祝福我，有哪个可以阻止神的祝福呢？哇，我们就开始 去相信，就跟我们的话语，我们祈祷之后，我们的话语，我们所做的事都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了，我们开始相信了。然后神都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一些的经文，讲到什么呢？在 Isaac 阿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段时间都有面对饥荒的 famine，
喺嗰段時候，個 family 人哋冇飯食啦，冇水啦，冇糧食啦。但係咧，艾西佢挖井啊，哇，挖到呢度又有水，嗰度又有水喎、哦。所以神好祝福佢喎、哦。另外一個咧就係約瑟 Joseph， 佢咧就係話嗰陣時又係 famine 啦、饑荒啦、冇嘢食啦。但係因為約瑟成個嘅 Egypt， 成個嘅埃及冇受影響喎、哦，仍然有糧食，甚至乎其他地方嘅人都要嚟問去攞糧食喎、哦。我哋睇见原来神系可以喺一个咁艰难嘅环境里面仍然祝福人嘅、哦，我哋就开始祈祷啦。神，你要祝福我哋，有边个可以拦咗？我哋感谢主，我哋就开始不但只祈祷神祝福我哋，我哋嘅做、我哋嘅行为、我哋嘅话语一样嘅去宣告神嘅祝福，一样嘅去同我哋嘅祈祷系一致嘅，系对齐嘅。我哋睇见事情。開始不一樣了，看見真的有人來問我們的關於我們的 solution， 關於我們的產品，有人甚至乎立刻，甚至有一個 case 是什麼呢？那個人問、欸、快點給我 quotation， 給我 quotation， 我們這邊給 quotation， 去那邊就給錢了，你有沒有試過這樣做生意？就是真的很感恩，哇神，如果繼續下來每一單都是這樣就發達了就好了。但是呢 我不是說什麼，當然同樣神都有跟我們說一些的事，一些的生意我們要放下，一些的事我們不要去做。但是我說到底是什麼呢？弟兄姊妹，你的祈禱和你的話語是否是一致呢？這裡我們一起來看以賽亞書第55章11節，神說，我口所出的話必如此，也必如此，卻不徒然返回，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話語是大有能力的，神說要光就有光，你的那個是神而已，不是我。但是你不要忘記，今天耶穌住在我們裡面，聖靈在我們裡面，耶穌說我做的事你做要比我更大。弟兄姊妹，當我們祈禱的時候，整個天堂已經在那裡準備著，哇，要去成就我們的口所說出的話語。但有時候怎樣呢？你前面的30分鐘呢就說啊，神啊，祝福馬來西亞，祝福馬來西亞，天使天君要出來要祝福馬來西亞，然後你接下來一整天呢、啊、馬來西亞沒有希望啦，死得的啦，這些這樣的人帶領沒有的啦、啊、有錢的話移民沒有回來啦，你的那個天使天君都在那裡、啊、究竟現在是祝福還是不祝福呢？或者是你有時候我們祈禱，我早晨祈禱神啊，祝福我的細路啊，祝福我的孫啊，聰明伶俐啊，扮奶啊，有智慧啊，然之後接下落嚟咧就日一直鬧佢，冇用嘅，冇用嘅，你睇人哋幾叻，你睇你冇用嘅，究竟係聰明啊，定係冇用咧？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习呢，站在神的话语上，站在神的真理，站在神的应许上，然后我们的话语和神的话语对齐。因为你话语，你所讲出来的话语是反映你心里面相信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大大声地读出这段的经文，箴言书18章21節，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的，你今天你是讲生命的话还是死亡的话呢？你今天讲的是祝福还是咒诅呢？ 这句英文我觉得好、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Every time we speak we are prophesying our future， 每一次当你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在那里宣告你的将来，你是预言你的生命，究竟你讲的是什么话呢？因为我说话语的大能和我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你祷告你都是发出声音宣告的，你有没有祷告的时候说 A， 接下来一整天你说 B 呢？当他冲突的时候，当他相冲的时候，其实神都要问你，究竟你想怎样呢？究竟你想要些什么呢？弟兄姊妹，神会不会应允我的祷告呢？我想跟你说，神非常愿意应允你的祷告，就好像正话马太福音我们读到的，如果是地上的父母都很想给最好的他的子女，何况天上的阿爸父呢？何况我们的神呢？他很想祝福我们，给我们最好的。但是今天让我们学习，
用我們的話語站在神那邊，跟神對齊，不要站在撒旦那邊。我們不要跟撒旦站同一陣線，我們要跟神站同一陣線，站在神的話語上，站在神的應許上，站在神的祝福上。記得祈禱不是只是早晨那幾分鐘時間，你一日下來你的口所宣告所講的都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祝福你們從今天開始經歷神的大能，經歷神的祝福，經歷神的生命在你裡面。最後送給你們這句話，彼得前書三章十節，因為經常說人若愛生命，原享美福，需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讓我們從今天開始注意我們口所發出的話語，因為我們的話語是大有能力的。讓我們一起來祈禱。主耶穌，多謝你，主耶穌，你今天早上的話語和祈禱能夠叫我們能夠醒覺，能夠叫我們從今天開始知道我們的話語是大有能力的，叫我們發出，叫我們講的話語能夠帶來生命，叫我們的話語能夠帶來祝福。主耶穌，我們多謝你，多謝你愛我們，多謝你要應允我們的祈禱，多謝你要祝福我們，多謝你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求，阿門。祝福大家，我相信大家都被祝福用神的話語。I trust that all of you are blessed in the word of the Lord. Yeah.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watch these photos from previously our outing and our fellowship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到欣赏下我们的一起的团契这个的照片。
下个礼拜拜声我又再见，拜拜。Next Thursday we'll see you again. Bye.